Today, we're diving into the Wang Lei controversy, where donation allegations collide with Money No Enough 3 rumors. Wang Lei fights back, presenting evidence to debunk claims and vowing consequences for slander spreaders. As the truth unravels, the implications on trust and accountability come to light. Join the discussion on this unfolding saga. Stay informed, stay engaged. 来啦，来看啦，嘿嘿，继续想啦，很多故事要讲啦，一个水灾林北最少要讲5天，因为这是什么？我不是反驳林北是为了我自己，对不对？啊，所以大家麻烦一下啦，现在分享的人啊，顺手啦，好不好？ 21个人帮我 share， 好不好？ 21人帮我 like， 达林来了啊 ，love you， 达林来了 ，love you，love you。 Me too, me too. 肯定。你们知道我这样喊，你们知道是谁吗？你们，妈的，每个人都知道。来了，妈的，好好来啊！来了，有什么故事？啊，你们分享先。来，等一下故事，我要分享先。分享。啊。 哇，你看全部人带他们的朋友进来，带你们的朋友全部进来，叫来我是要带很多人，我是真的进了，进了，分享看到你了 ，Karen， 还有 Paul Chun Wang 来了，你这样跟我连是对了。有空来聊，因为我很多地方要分享。对，没有办法，大姐平也来聊。很多地方要分享。下文也来聊。一进来就分享就对了。林树，那你们的朋友进来。更好。要有分享才。可以进来讲先，等一下我开始讲。可以进来讲。我怕等一下。等一下我开始讲。可以进来讲。我怕等一下。啊啊啊！阿朱，先。阿朱，先。等一下我开始讲。可以进来讲。我怕等一下。啊啊啊！阿朱，先。等一下我开始讲。可以进来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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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等一下
嗨嗨 ，Sky Sky， 你很帅啊，你很帅，真的真的，哇，我要看他的 DB Sky 啊，你是啊 ，Sky 和丽婷丽婷，哇，他的啊，肥宅啊，不错啦，他的脸尖尖这样子啊，啊，还有谁？哇，日本人也进来了，进来了，こんにちは，不会读啊，他的名字。Okay, 你分享去你的 channel 没有？要，全部要做到完。我们帮你预先，我们帮你预先，给你慢慢分享。最好今天有，我们的目标是8000人。8000人 ，OK， 这个破一万了。讲没有面过讲啊，还有人讲哦。In na bu ge buki ma， 今天还有什么你知道吗？什么事？还有人讲啊，我们这笔钱啊，盈盈都吃有份。哎呦，你没有请他当事人来啊？没有没有，明天。明天。明天我跟你讲，本来盈盈没有去泰国。然后我就是叫他去澄清这件事情。哦，为了澄清这件事情，被那些王八蛋啊，被那些王八蛋干你呐，得到干你呐，我们这些人啊，一句话啊，整个人嗨到，哎呀，出来唱歌给大家听，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阿朱 ，Happy birthday to you， 阿朱 ，Happy birthday to 阿朱。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来，还有谁？还有谁？你看 ，PM 不 KM， 哎 ，Sorry， 我不小心。很好听，要不要唱给你听？哇，哎，讲什么？阿龙来了，猴，他叫他山猴的阿龙。为什么山猴？毛灯，毛灯 monkey。哎，毛灯 monkey。为什么毛灯 monkey？ 因为他，你不觉得他的脸像猴子 ？OK。你妈了，现在啊，我要分成。你看很忙嘞，5分钟啊，他分享还要 channel 啦，什么好了吗？太多了，太多了，没有，我们还聊，我们要等5000人才讲呢。啊，3000人了，要3000人了。今天很多争气啊，我不知道啦，我希望啊，当事人进来听。当事人进来听，我们可以的，我的人是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做朋友，你不要跟我做朋友，是你，我永远是没有敌人，我到现在。每一次都是人家不要跟我做朋友，不是我不要跟人家做朋友，真的，
每次啊都是人家不要跟我做朋友，不是我不要跟人家做朋友。为什么啊？我不知道，我的可能我的有钱，跟你做朋友很好哎、欸。可能我的脸像懒觉有没有？很像懒觉这样。山猴，山猴。所以我们今天啊，当事人啊，你不要跟我做朋友没关系，对不对？你既然说啊、要去哇，要去很多很多个很多个很多个地方。对不对？哎，我看了、啊，他妈的，我现在有很多，不懂，看你要哪一个？哪一个？对的，不懂看哪一个了嘞？看那太多了，忘记了。那他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OK， 你们继续帮我们分享多一轮好不好？对，每个人今天没有分享，没有五千他不要散。还有人讲什么？你看，王雷跟小鸡分这个钱，鸟神讲 answer 跟他说的，林北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件事情。谁是 answer？ answer 就是我捐钱给他那个人，好不好？ Oh. 我希望这些人，我要先澄清一下。昨天有人说花拉讲那一句话错的时候，我跟你讲，花拉昨天讲那一句话是针对酸民，他可能口太快，说那些没有捐款的人，你们没有资格讲。我跟你讲，我跟我太太，她的鸟窝林北睡了40年，我太了解花拉的人，她讲的就是那些酸民，没有钱还要来这边不是说那些没有出钱的人，没有，她的意思就是要讲那些酸民啊，那些干爹那有几靠，我不要提他的名啊，我不要提那些酸民的，因为反正我提干爹那更多人认识他，对吧？有几个啦，干爹那哦像芒基马来西亚第一老千，还有几个啦，什么鸟都有，什么都有，什么动物都有，我觉得他们很奇怪的，什么鸟都有的，好不好？昨晚卜卜 happy 吗？你拿不回，你别卜个天更啊！该啊，我们的少康来了。少康来了。少康来，我希望 take answer 进来看。我希望你本身进来看，今天我的口气跟昨天就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因为人家跟我讲什么？因为今天人家讲什么？讲什么？讲说，我今天我小鸡。哦，answer。没有，我小鸡盈盈三个人分这一笔钱，他说我这笔钱，等一下啊，等一下有人讲什么？叫小鸡不要吵，对，哪个 Darius 说，对，我已经跟他讲很多次，小鸡是全马来西亚吵架王，干你那一次找人家吵架，找人家吵，他在做直播，他一直要跟人家吵架，他喜欢他的嗜好。好像我喜欢抱抱、我喜欢抱抱、他喜欢吵架、你喜欢吃榴莲，你喜欢吃艾斯卡酱，你喜欢吃拉斯罗吗？对不对？他喜欢吵架、我真的阻止不了他，所以他每次要吵架林北笑了，我不要参我不要参一卡。但是昨天我听到这个我很堵然说answer， 因为如果没有 answer 讲的啊，我们今天已经跟律师讲了，再告多你一条诽谤。他说我收了这笔钱300千，只还他200多千，其他林北自己哦。我们不要讲这样多，300千，小鸡分100千，盈盈分100千，我分100千，每个人100千，笑一百千，新币才3万，我王雷的名字值3万呢。我跟你讲，我的名字值30万。哎，傻鸟，你的名字值300都不值，所以你他妈的，你那个一百千侮辱到我，你明白吗？林北的名字王雷值100千，整件事情沸沸腾腾啊，沸沸腾腾。我今天一定要讲啊，8000人，每个人帮我分享多一次，现在6000人了，每个人跟我分享一次。你们记得剪啊，那些干娘啊，一直讲我的，占我的流量。林北一开球，这个水灾，整个那边剪，那边剪，那边剪，那边剪。你们先讲啊，站住我旁边，你们都会被剪下去的啊！啊，先讲啊！你们快点说，快点说！没有，可以的，可以的。你
们可以站在这边的，你们不怕就站住 ，OK， 因为我们不怕。那等一下，你们剪了 right， 你们分享多一点可以吗？对，我们可以吸到，是，那我们才可以红一点。是，少康，我西北赌狼，我今天本来是不要讲了，我let go了，我要做我的生意了嘛。您别尽量，您别尽量卖龙虾嘞。哎，这只龙虾你看，很大。哎，我要卖龙虾，你看整只手嘞，整只手是百个人，您别尽量卖多少，15块都不用。妈的，今天我跟你们讲。我今天我西北赌狼，我本来我不要阿娇都阿娇 ，I love you 阿娇。我笨死了，很久没有来阿娇。阿娇啊，阿娇啊，阿娇啊，过久无看到你啊，阿娘啊，罗里双光，你给我鬼惊着，唔敢出来。阿娘啊，我们今天，你今天讲我少康，他讲我什么懒我都可以的。少啊 answer， 我希望你现在有在看我的直播，你竟然说我不知道真还是假。我不知道真来讲，听说网络那些干面那些臭人啊，那些干面肮脏人啊，他们要你死的啦，很多人要你死啊，在网络发布的，我不小心去看到网民发给我，说什么说你跟这个人讲什么，我的钱没有全部交给你，我的钱全部没有交给你。王者，我觉得这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讲啦。如果你有讲啊，我跟你讲，已经 over 了，已经我的底线已经让你已经浪到我的底线，没有的再浪了。因为关于钱的东西，我更赌了嘛，我忍了很多个月，这个水灾的钱每个在讲，连电影都拿来拍，拿来好像在讽刺我，临别赐钱，那个甘宁啊，那些演这部戏的人啊。我跟你们讲了，从此林北跟你，哎，榴莲也是用我的故事，我也静静，对不对？一部电影也用林北的东西，肯定呐，没关系，这个仇一定报得到。你们很开心报，是不是在讽刺我？林北今天要给你们全组人、全组拍戏的人也好，那些说林北刺钱的好，林北给你们今天怎么看？好吧，一步一步来。好不好？我今天我不想讲这样多，我不要想这样多。水灾前是慈善，水灾前，从来新加坡不会做这种事情，新加坡人也不需要做这种事情。我跟你讲，对不对？连电影啊都在讽刺我，对不对？为什么炒流量？我这样伟大，看你那我一个人王雷的人可以控制整个新马。我觉得我的实力，我只是一个卖鱼佬嘞，你们别再卖龙虾、卖鱼这些东西而已嘞。你们跟我这样，你们跟我这样过不去做么？每个要我死红眼呐、啊，看我做起来了，当年呐、啊，那个演员也不对我爽，那个歌台的人也不对我爽，也看我不爽，每个人对我不爽。我刚才跟我的人走了，这四年我没有跟朋友说，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只有你们不要跟我做朋友。4年前的王雷到现在还是4年的王雷，我反而4年前我的口气有时太大，有时候好练，我是针对那些酸民，你知道吗？酸民你还是客客气气讲，我干了，直接干了。网络你还怕他们，你越怕你越死。你看多少个人被他们攻击到连魂也不摸啊，有没有？没关系，拍戏的也好，正式的事也好，你们自己在哎，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这样是全新马水灾在愁水灾有谁？你们不要跟我说这个是演戏，可能是一个编剧什么东西而已，对不对？对吧？你们自己写而已吗？刚好全、哎、你们打上来，新马来西亚的水灾，谁有出筹钱？我问他们呢、啊。林北今天慢慢来玩。打上来，打上来，肯定眼红。你们觉得，你们觉得，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好不好？请你冷静。哎，那些酸民啊，你们敢写，每个人要利用我嘛，公无公无，侠无侠无，今天给你们写到过瘾呐，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那个，哎，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做人啊，杀度的高。我忍你忍很久了，很多事情我不要反击，我一反击你们击败这一班击败人
啊妈的，你们打上来，新加坡、马来西亚水灾啊，水灾的钱谁抽？我没有看到人打呢，还没有人打，还有谁抽？还有谁抽？你们讲，啊，你哪还有谁抽？那鱼哥团队，喝水，他再喝了，票房很好，对不对？你糟蹋了我，你他妈的一个两个，甘妮娜不是我揍你，甘妮娜小心啊，出门，新马来西亚水灾只有林北王雷在做慈善而已，林北吃水灾钱，对不对？你们是一定说对号入座，对不对？哎呀，不是讲我懒觉啊，肯定要懒觉入家，讲真的，真的，我讲真的，冷静，我吃水灾钱。OK， 他们全部讲第一次的水灾前，如数全部，哎，我不要给你看太多啊。这个是第一次的钱，我要收住先，我要远远给他们看不到。这个是第一次的钱，75万，全部转交给城堡。哎，没有，那时候没有75万，在我们的手那时候是57万，兑换成马币。那时候好像160千的170千新币的，我全部转给城堡。第一次的，第二次的慢慢来。第二次昨天我已经讲了，第二次的还有。第二次是那个没有关系，哇，他们要讲我根本没有慢慢有。加油。第二次昨天我们讲了啊，180，因为第一次的东西。我必须还是要收住，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的那个，因为我有过账给他，对，因为我跟城堡不合了，不合了，告干牛了，已经告干牛了。为什么？他欠林北20万马币，哎，新币，欠林北20万金币，这条账我还没有跟他算。今天我突然我什么懒惰都讲出来。这个是第二次的、啊。OK， 你们说我，哎，电影不是说我林北吃钱哦，你们一定说我哪里是讲你，对不对？你们一定讲，哎，不是啦，什么懒觉啊，甘妮娜你为林北所害啊，甘妮娜你们当我是真的，你为我是所害，太小看我了，你们真的太小看我，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啊，我们今天啊一个一个来，没关系。大的有的是时间，好不好？你干啥？你拿，我们今天拿，帮我分享多一次。你没有，你不用，没关系，你照我 okay, 来。你们敢分享？现在要给那些水塌烂300件，您别吃啊！您别吃水灾钱啊！我讲了，你们怎么办拍电影的啦？谁有见到钱？我讲真的，新加坡人啊，那一帮演员也好，导演也好，副导演也好，什么懒觉也好，灯光音响啦。整组人最少100人，谁有这？我现在谁在钱，对不对？昨天还听到什么？安舍说我整笔钱300千，没有如数交给他。这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安舍你讲的。如果你这一句你讲这一句话，你记得哦，你要收回去，你记得要收回去。诽谤是罚款而已，对不对？如果告那个手嗨没有用，他破产人士 answer 我是对着你来了 ，OK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了 ，OK？ 自己看啊，自己看，来，来，你要来过这边，你要过来这边， okay, 来，这样比较清楚，对不对 ？OK， 来，我遮掉了，没有，那个电话号码啊，你看啊，等下我按掉先，不用紧，来开声音，是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社团，号码一样的嘞，啊，你看号码也是漂亮啊。他们就是公开的，你们监管的、啊、，Donate food 啊，来给他们300千，哎 ，approve 了，过了啊，300千就是30万啊，给他们30万，好不好？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所以啊，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啊？来，要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啊？我们讲啊，觉得不用讲，真的是明白了。OK 啊，你们看啊，300千他收到，马上银行。他的人在旁边马上收到，马上跟网民下跪说谢谢啊，这个 answer 我不会理你的 OK 啊，这个300件啊，说林北吃钱30万还没完，赶紧啊，还有这个是哪里的？你们的钱他们那边比较大，
美心也跟啦，三星啊，那个。就很多东西的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五万块做什么卖买 plastic 一亿都不够啊，因为我们真的我们资源的地方很多很多，真的他们是巨大，所以什么永平阿杜巴美心，所以我们所以啊是这个兄弟啊，对对，他是这个兄弟啊，发多少钱啊？200,000啊，怎么过了啊？来，什么东西要跟？什么事？啊，我们是要号召更多的志工来帮忙我们这些灾区。OK 啊，500,000啊，再来，您给全部都有证据，过钱给人家，结果甘尼娜说全部，甘尼娜再说您别吃钱，再来，还有这个是哪里？喜欢吃八肚，八肚。八度八的朋友们，分享。八度八号的、啊。来，八度也是蛮严重，我看到淹水，水都不过，什么东西？水不退。哦，水不退，为什么你会主动找我？我在，因为我们。我看多少钱先。OK， 我不。币，那过给他，我已经转过去了。五万，这个五万。嗯，看得到，看得到。五万啊，五万。八的主动啊，他的耳康号码，来，我们先付啊。全部都有，还有，慢慢来，85万，证据全部少。有看过我这个直播的人，我不见掉嘞。幸好有直播嘞，不是真的。来，我跟你讲，真的，我们转过来。哇，这个、哦。是不是当时没有这个直播，我一定完蛋的。你一定完蛋，我是不是完蛋？幸好这不是什么炫耀什么做慈善，每次讲你要 post， 对不对？幸好有直播嘞，是不是证据嘞？对不对？真的，哇，不然你一定真的完蛋了。我跟你讲，还有很多，这个是哪里？你们那边啊，你们心严重到什么程度？很多人讲有这次是真的非常严重啊，因为他、平时他也是会淹水，但是这一次会高出多。您得一个人在做。人民八十，有看到的人打杀，看到我这个原因。有看这个直播的人，有看到的打杀。他妈的，可以攻击全电影那个那一批王八蛋！你们自己想一想，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冲着我来。为什么你知道吗？本来我不要赶了，本来我不要提电影了，是我没有看这种懒焦电影，我不会去看。不是我心小，因为根本是在讽刺我嘛。马来西亚水灾谁筹款？只有林北一个，你说吃钱了？你说吃钱，全部都有证据的。你在骗观众还是骗什么？你在骗观众还是骗什么？我不知道啦，这个我不知道啦。全部人都在有看到，是不是有看到？我800多圈全部五分，自己我还要花30,000块放下去，30,000块放下去，我还要给，我最心痛是什么？我最心痛就是。没有，好不好？没有。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社团。来看一下。30万啊 ，answer。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这个 answer 呢、啊？你看他的人全部在后面啊。来，他跪下。answer。跟我明讲吗？我明讲。觉得不用讲，真的是受委屈了。来，那天我看到王雷大哥，是不是？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跟人家说没有转不足给你 answer， 如果这一句话你真的要收回去，因为银行有证有据，我们85万每一个地区的负责人我都有他的电话号码，我们到现在还联络得到，我这个直播已经不见掉，不懂在哪里了，嘿，有网民来跟我讲，剪给我，真的啊。啊，就惨了，真的。对。所以我要想问一下 answer， 你有没有跟那只神经病鸟讲过这一句话？说我们的钱没有还给你300,000，有没有？你应我这一句就可以了。如果我跟你讲 answer， 我讲真的了，我限你了24小时，你跟我讲，不然这件事情我跟你讲，你的账簿做的不干净的什么东西啊？我马上会叫人家查，我不要涂了，我明天飞去泰国，我会交给人家去做，我一定交给人家去做，对不对？你怎样演戏也好，你要去找傻鸟来帮你啊，找那个巴格古来的帮你也好，你们一帮老千，你最好是找那个黑皮第一，那个马来西亚第一个老千黑皮啦，
还有那个卖假药的啦，槟城那次现在被我告的啦，你们整个 group 都来，你们来，你们真的来，我不怕你说我300多千我没有交给你们，这一句话你讲得出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讲啊，但是我收到的风声是这样啊，因为别人我没有去看啊，对对，我看到人家的帖是这样写出来，因为那种给波机啊，那种干音啊，那种击败为了流量一直写我的东西，哇，这样那样啊，王雷的300件完没有交足给 answer。你们这些鸡掰，我跟你讲，你们这些鸡掰干的网站啊，为了王磊的流量，你什么懒都想写得出。我真的服了你们，你们有子孙的，不是我咒你。真的，你在写那时候，你在违背良心，你在抹黑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我咒你，老天自然会来咒你。我讲真的，我讲真的，所以，对不对？你看少康怎么不怕？还有我们在，你看少康啊，少康，哇，对不对？没关系的，你们要怎样讲我都 OK 的，你们要连电影啊都在污蔑我讽刺我，连电影啊，你们敢敢跟我分享啊？哎，这个直播要给全新加坡马来西亚人看啊，林北今天就是独揽啊，说林北这笔钱我不知道的整个故事，这部电影做了那么久我不知道里面有讲到辐射到我讽刺到我嘞。你不要跟我说，哎呀，不是写你啦，干练娜，你都要入座，自己承认，林北就是自己承认，因为全马来西亚的水灾的时候，只有林北在筹款，真的，水灾的钱，只有他而已。林北吃水灾的钱，林北跟你讲啊，林北过马路被车撞，如果我没有吃，你讲的人拍这部电影的人，过马路被车撞，不要啦，不要啦，我们去发誓要不要？我们去庙发誓，谁？谁啦？要我们不要，现在不要去诅咒人，嗯，好不好？你们 PM 我，我们一起去庙，或者去你们的教堂教会，我们来发誓，如果谁我有吃钱，你死全家，哇，啊不，我有吃钱我死全家，如果我没有吃钱，你死全家。要不要？冷静，要不要？冷静，冷静。等一下，人家就是在讲你诅咒。要不要？可以的，没有，没关系。我不用诅咒，我自己死全家嘞，我自己死全家嘞。我不要啦。如果有吃到钱，我死全家嘞，对不对？我现在跟你们讲，我跟你们赌，好不好？要不要？呀，马来西亚哪个酸民来？我现在揪你 ，PM 我，好不好 ？PM 我，或者 WhatsApp 我83790088，好不好？你外线我83790嘛，林北等你。冷静，冷静，冷静。你随时啊，你随时，如果我有吃钱，嗯，如果我有吃这个水灾的钱啦、啊，包括拍戏这部电影，包括拍戏这部电影的人，导演也好，出钱的人也好，投资商也好啦，好不好？我们就今天就在新加坡的庙也可以，马来西亚的庙也不能讲。我明天去泰国，泰国的庙最凶的，对不对？我们来发毒誓，如果王雷吃钱，我全家死到完，花拉死，不想死，全部死到完。如果我没有吃钱，你们死全家，要不要？要不要？不要！你看了、啊、明天的新闻，你写的王雷吃钱什么什么什么死全家。你今天都给他们看了，那个证据，证据都在那里。没有用，没有用的，说明还是会咬着你的。所以我今天要给那些，我今天不是给你们知道的。也不是给answer 知道，也不是给你们那些酸民知道嘞。我今天是要给捐钱的人知道，钱是你们的。整个 video 一段一段，我会 po 上去我的 Facebook， 我会 po 上去我的 Facebook。做人一步一步就好。我做我的直播，你拍你的电影，井水不犯河水。你竟然干你那我，哎，过年已经清明，我才知道电影这个。是原来是演这个，干你呐！你们这些婆婆啊，干你呐！以后看怎么样，看怎么样？我希望啊，看到你们干你呐掉下来。不是，我今天呢、啊，哎，我 any 他们可以退休的，对不对？我希望我看见你们掉下来，你们掉下来的时候，就是你们做的这样的事情。别讲了，真的 okay, 真的 okay, 真的，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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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时。全家平安，我要说那个。不是，我跟你讲，我是被堵拦的。我今天呢、啊？你妈没事。我今天呢、啊？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呢、啊？本来我没有，我跟你讲，我本来今天没有，我本来要卖龙虾的。
我今天要卖龙虾，我突然到我不想卖，我突然的，我真的，送啊、我突然到我不想卖，因为西北突然的，不是你说到我吃那个300钱麻痹了，新币才90，其实很心不是很心痛的嘞，而且是完没有盈完全没有事，因为我昨天已经讲了，盈的事情是他不要帮我们的，我没有户口，连奖金抽。我说莹莹这个我明天叫莹莹直飞曼谷跟你们聊这件事情、为什么你知道吗？他本来是不可以的，你知道害了莹莹多去银行几次吗？8次。 我知道了，一次被吊单，贪污，对不对、贪污局也吊莹莹，谁都吊莹莹，真的吊莹莹不简单啊，为了什么？为了你还说莹莹吃钱？没有，哇，懒得这种人啊，干你啊，所以啊，你看做好心还要给人家讲，我还要被人家讲，还要被人家赶，不值得。你们赖眼圈，敢赖眼圈了、这个直播我不会洗的了，分享出去，我不会洗。每个人帮我们分享，对，你们敢分享，我看一下有什么分享。做人啊，做人啊，赖跟我再赖多一次，妈的！等一下，这边有14000人，只有2000个人分享，你们可以每个人再分享多一次。对啦，为什么只有2000个分享，有14000？对，再分享，再分享。3000了。3000了，再多一点，再多一点，4000人。好不好？新加坡，所以我觉得啦，我这个户口 anytime 会被人家封掉。我随时啊，我跟你讲啊，你看有人替你不值 ，I'm a silent viewer。我跟你讲，很 sad。silent 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很安静的，他们不 comment 的。我很激心的嘞，如果你们没有在看，我不会讲英文。我为了做好事，我害了我全家人。我因为什么？那时候他们捡花啦，捡花啦，卖鱼仔，然后还有 Sharon 讲说他们是老千家族，什么鬼？我们已经保持静，真的，我不要讲，我不要反驳，我不要反驳。但是今天 answer， 我叫你帮我拿这个钱，你竟然我不知道确定不确定，我不知道你确定不确定。他没有打上来呀、没有，我不知道你确定不确定。你有跟那个神经病讲、说我没有整个300千给你吗？你这样冤枉，如果是真的，你不可以冤枉我嘞！你真的不可以冤枉我嘞！那个太，你这个是太 over 了嘞，已经踏到你的那个底线了。对啦，真的不可以这样子啦！哎，你很辛苦去筹款的嘞！哎，我要负责任的嘞！对呀、因为这笔钱啊，等下你才开始。我被新加坡政府调去几次，你知道吗？真的，对不对？我调了几次，你知道吗？要交代的。对，我跟你讲啊，我跟大家讲、冷静，今天冷静不冷静？我这个户口是 any 单不见掉。你的那个我的主页，来，这个，我这个户口今天讲了这个直播啊，我这个现在你们在看的这个啊， any 单会不见掉，一定会很多人投诉我的。因为什么？有的人不爽我，是，说不对，所以我自己为我自己退一步，拜托大家，现在有14000人，全部去来 BOL， 对不对？帮我一下。不要给那些算命看死我，不要给那些人看不起我。力挺，好不好？你们自己看。全部去 follow 这个啊！你们现在看的就是你们按的就是这个。你们帮我，如果我那个户口不见了，我还会在这个户口讲的。如果我那个户口有什么冬瓜豆腐不见掉，我还有这个户口在讲。所以现在有13000人。好不好？现在这边在线看的人全部有14000人，你们帮我每个人点赞，你们出去点赞又进来，好不好？帮我点赞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帮我一下。OK， 现在14000了啊，现在14000了啊，多1000人了、再来再来。我今天大概15000就好。好，帮我一下可以吗？可以。现在你们看这个啊，好不好？大家帮忙赖一下，可以吗？帮我，现在你们在看这个，帮我赖一下可以吗？数大。帮，不是我数不大。你喝水一下。我数什么大？我筹款叫什么数大？因为我筹的款可能很大，我自己也是吓到，75万、这么多人，不是75000呢、第二次85万呢，对，不是85000呢，对不对？很多不简单呢。我跟你讲啊，要流量的人这一两天你们自己讲就对。你看又有人讲了 ，I'm so silent viewer since Wang Lei live from kitchen the other day， 就是从厨房看到这些，他从来不 comment 的。Madeline Wong， 呀，他就讲 ，OK。He's a good person with good heart. Only thing is 太红了 ，no smelly mouth. 然后又太红了，水草。我知道我出口，我连出口，我今天啊，这个被人家攻击之前，
看你那关三鸟什么事情？是哦。林北跟查某玩懒觉，也你的事情。吹保险套也有他的事情。吹保险也有你的事情。对了，什么都有他的事情。很奇怪，你要争我的流量，你讲没关系，没关系。我做多一两年就不见，我都不要做了，不要对不对？我都不要做了，对不对？妈妈退休啦，妈妈退休了。我跟你讲啊，做人 answer， 加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没有看。做人啊，摸摸良心。我们没跟人叫我哭到，不是哭到我今天补了两件事情，说我这个钱啊没有给 answer， 哇，说我钱没有交给 answer， 我跟你讲这一件事情我一定告，是不是？我一定告。如果 answer 你有讲过这一句话，我一定告，因为你啊不了，你讲不了，因为我一定告这个人，这个破产人士，我一定告他，对不对？他一定会推来你的身上。对。每个酸民丢台机照料咯，我跟你讲，全部跑到完了，你不相信你看哦，你不相信你看，我跟你讲啊，哇，因为了这些酸民，我还要去法庭啊，我还没有，我现在静静不要讲了。你们看，做直播做到上法庭嘞，所以对不对？你们就是你每次你们说，哎呀，甘妮娜出律师信给他200-300而已嘛，现在没有啊，直接上法庭，没有讲这样多了。哇，很多人都讲都是 silent viewer 嘞，就是他们是静静看你的嘞，所以替你不服嘞，真的今天出来，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他们忍不住嘞，很冤枉嘞，你看全部嘞，真的很冤枉嘞，我真的谢谢，我真的西北独揽西北激进嘞。这笔钱明明、明明有这个交给你 有直播的嘞，有直播的那个户口号码全部都有的嘞，你敢说我300千没交给你？还跪下来嘞？哦，对喽，还跪下来嘞。妈的，不止那边了，巴都巴哈什么山河港，我的 video 这边有6个地方我都有。就是那一晚交给他们每一个。Answer。可能你现在没有在看，如果你在看的时候，这件事情，你跟他们的事情是你的事情，不要你要跟他们整卦，你们要吵吵闹闹你们的事情，对，是不是？有人再打上来 ，me too， 哇，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我很激心嘞，对，很多，我西北真的看到也很安慰，我真的，你们看，你们真的，你看全部都是，你们全，对不对？你们支持我，今天他们出来 comment 啊，我西北激心了，哇，我真的，我听到。看到你们又伤心又安慰，又安慰，你懂吗？我总算我做的慈善过后有值得，值得嘞！你看，我真的值得，值得，对的。我不需要说去跟他们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对，我做的事情我有证据。哎，你看，我很感动。300千，我自己花了5万马币嘞，我自己都捐了5万马币嘞。你说冤枉吗？冤枉啦！我我没所以马来西亚的你们这些算命，你们要记住。我每个月都有自己捐，你叫陈宝跳出来。我跟陈宝合作的时候，我们每个月捐那个，一个月不是那个轮椅啊，有我捐几次轮椅，几十两呢？有，我每个月都有在捐轮椅的嘞。林北今天是看这样多人 me too 我才讲出来。印度尼西亚人都来了 ，me too Indonesia。对不对？我西北，哇，真的，我真的谢谢你们，只要写密度，真的我是西北。哎，你看，全部了，我看到你们的密度，你看，我因为我不知道每个人堵了，你看我的毛都现在，你看，你看我的毛，我看见你们的密度，我感动嘞，真的嘞，你看，我很感动嘞，真的。我真的哇！我老人家我63岁了，哎，我没有，我没有依赖政府，我自己自力更生在谈价，在找次。你看 ，Me Too also silent supporter and his 歌台 regular audience。我在歌台的，在歌台看你也是。我是歌台去拍电影。Hong Kong 也有嘞，全部人讲 I love watching his movie， 喜欢看你的电影。我不拍了，因为我跟梁导的有心病。没有拍他的电影啊！你看，哎，很感动，这些人平时都没有来 comment。我跟你讲，我真的谢谢你们，很多新的人呢，我都没有看过他们 comment。对，说我吃钱，我西北更新呢，说我吃这个300千，吃水灾钱。你呢？我听到，我没有看这部电影，我是更新好朋友嘞，好兄弟嘞，好兄弟嘞，这种人啊，今晚你自己慢慢想，我有错，我跟你说对不起。我没有错，你自己睡觉的时候看，对不对？尤其是 answer， 他你也参与他，你去跟傻鸟说什么？
我的三百千只还你两百多千。嚯、哦，你那个一百千你需要？不是，因为这个鼻子有证据，不是我们真的有交给他，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户口没有用了没？我有户口号码，这样你就很有问题了。这样银行不是多讲的，那个银行有没有用的？你看，我们全部有。全部过账了呢，马那时候这样，不是马上这样过账给你三百千，他的account有没有收到？对，收到。我那边还写 accept， 那嘛 approve， 我不知道讲。他写 approve， 来，是已经过了。来看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明一下，你看。来，没有，我按到了，我按到了。前面。没有，给大家看那个 approve 了，要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你 from 杨婆婆，前面，这里，你看啊，三百来，这里，银行已经 approve 了嘞，有没有？三百千的 answer， 你讲什么？我没有给你钱，我没有给你租，店里说我吃钱，冤枉吗？真的很冤枉，冤枉，哇，哎，又哇。哇，是很多人妈的，这四年了还白做了，慈善都白做了，妈的，几百个亿嘛，做了是几百个亿嘛，一个老人家干你那全马来西亚的酸民，全新加坡的电影都在攻击我。你看他们讲对对最好以后你做事要先起来了，投资的啦，投资电影啦，我讲真的啦 ，MM 都也是 steady 啦，这种电影都可以过，我讲大大声讲。我大大声讲了，真的 ，steady 了。我们可以为了票房，干爹那什么懒都敢做。我真的，你们，我才认识到，原来我发生事情，原来这么多人要我了，我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水灾的事情，既然看清很多人，你明白吗？马来西亚一个水灾，看清很多人，对不对？妈的，有干崩啊！有我有送过饼干的人，有送过狗币的人啊，有送过米的人，我送过你轮椅的人啊，我有送过你啊被的人啊，送过你衣服的人，迪拉，面拿打出来，你拿嘛，最少我跟你讲啊，最少五万人啊，打上来，我当过的最少五万人啊，你看他们全部叫他出来解释，妈的，不用解释啦，不用解释啦。没有的，我们一家都爱看人戏，下游王林，没关系的，我今天吃亏。我天知道了，天知道，没关系，天知道 ，OK， 对、啊、对。做人呢，要摸良心的，真的要摸良心，不是说今天要 over 啦，不是你为了利益嘞，有的人因为你在网络出卖，不是为了流量，你什么懒觉都敢写，都什么都敢写。对，哇，他们全部不要担心 ，OK， 因为这边是新加坡，OK， 你做什么 unlawful 的东西，政府会抓。对，政府，你再调我去。他叫你冷静。我叫我冷静，我昨天已经他已经很冷静了。我卖红酒，人家去抱我，说我这个老人家，我的 office 来抓我红酒。对，我卖这个链，你们去投诉，说我卖这个链没有来生。我在家里卖鱼。OK， 我做一条鱼，有没有鱼？哦，我们比如讲，我在没有，我在鱼啊，我做一条鱼，干你呐！说我在家里做这个食物没有戴手套，我被去 SFA 问话问四个小时，我只是一个老人家而已。我做这个金马罗这样做住啊？对，我卖鱼我一定要做，你去巴萨哪一个人卖鱼的人没有戴手套的？你拿不嘞？拿不？我这样做鱼在卖鱼嘞，我这样做鱼卖鱼，投诉我。是啦。我调去 SFA 问了四个小时。真的？那时候。哎呀妈！我不知道我做错在哪里嘞。看你哎呀啦，我就跑了。我是一个老人家嘞，对不对？你告我什么？对不对？你说我会犯法吗？我敢犯法吗？对不对？对呀、啊。我跟你讲，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人在做。天不在看，没关系。我今天会跳出来讲，就是针对电影，我不是针对电影。你酸我，我今天讲出我的心声，明白吗？ Feedback. 我今天讲出我的心声，因为你们这部电影是在讲我，因为新马里面水灾只有我林北一个人在筹款。你说赐水灾钱，李国煌。Very good.很好，演得很好，票房2000万，
Very good, very good. 很好啊，祝你们票房大卖，继续卖啊，继续卖。OK 啊，没关系啊，没关系。我没关系的。我看到他要哭了。死得激心了，死得激心了，被人家攻击。不要这样，哇！我在旁边，我看到我都要哭哎。没关系的。哇！人是这样，你今天看我好，你们不爽我，可以的，没关系。我今天你店里的东西，我今天是只是讲出心里的话，你明白吗？你们的不爽，你们可以演在店里；我的不爽，我可以讲出来，我可以讲出来。第二件事情，我今天会讲就是 answer， 说我这个300千没有交，包括他说郑莹莹都有份，妈的，可怜贾莹莹，可怜郑莹莹，我只是用他的户口，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没有户口，对，啊你呢？是他有来得全部的，对啦，我有帮他，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做人没关系。我希望大家啦，我希望啦，我恳求大家啦。啊，还没有。有吗？我希望啊，大家啦去 follow 我。现在你们看的，好不好？你们看的这个平台，帮我点赞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因为我这个台是 standby 的，我 standby 的。你们15000人每个人帮我点一个赞，好不好？ Follow, 点一个赞， follow, 要记得，好不好？ follow 关注我一下，好不好？ follow 我一下，好不好？哇，好不好？帮我 follow 一下，帮我 follow 一下。有可能你在直播，可能他拉。帮我 follow 一下，帮我 follow 一下，帮我 follow 一下，好不好？帮我 follow 一下，好不好？没关系。可能啦，他们在看你直播啦，等一下，好不好？所以我那些说明有没有没关系。他们讲 answer 开直播，讲他要休息，医生叫他休息，他很累了。看人心也是一个幸运的一件事，对 Stella， 对 Stella， 对，真的看清一个人啦、啊。你讲一句话，我这一句话。Stella， 他讲的，哎，跑去哪里了 ？Stella， 他刚才讲15000了，发生就是他怎么看清一个人？他讲说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可以看清那个人，看清一个人。没有看清一个人就是。什么？就是好像你发生的事情啊，你就可以看清那个人是怎样的人，是啦。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哎，真的很可怜，这个老人家我老人家，我在他旁边我受不了，我看到眼泪，哇，不可以，我自动哎，他真的很辛苦，你们没有人知道而已，他在背后其实。啊，所以啊，好人啊，做多就变这样了。妈的，我真的替你很不值啊，真的。妈的，你看心疼我，我很心疼啊，我现在在旁边。西北冤枉。哎，我哇，我不可以，我眼泪要流嘞。真的是西北冤枉。哇，真的。啊妈的，这种人啊，赶紧闹，不用去讲他了，好不好？安哲，我管你休息没有休息，只要你说你有跟傻鸟说，我这一笔钱没有全部还给你。这一件事情我就要讲啊，我一定会找律师找你。来，看清人也是一个幸运的一件事。Okay, 跟我记起啊，看清人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明天我写在我Facebook，妈的，啊，没关系的 ，Stella， 谢谢你啊，谢谢你真的 ，Stella， 这一句话我很开心，真的看清一件事啊，看见一个人啊，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哇，妈的，讲到你的信号吧，去了啊！所以，哇，安哲，你要休息不休息？这一句话你一定要负责。对，你要出来。我本来跟你是朋友呢，好像现在好像你是我的敌人了呢。是。你哎，安哲，本来我们是朋友的呢，他妈的，现在我是好像我们是敌人了。距离远。他妈的，你之前你丢给我说王磊之前，我没有之前电影拍一部电影说我之前，对不对？林北今天之前我全接不得好事。如果我没有吃钱，你全家不得好死，就那么简单。我们懂你，对不对？加油！我是靠我自己，我不是去骗、去拐、去出老千、啊、卖假东西什么。我是靠在 COVID 的时候，我自己拼出来一条路，我自己拼出来的，不是没有靠任何人，我是靠我自己每天辛辛苦苦这样赚的辛苦钱，你明白吗？我没有去骗你的钱骗，这一条路是我杀出来的。安妮娜，我讲真的啦，自己闯出来的。我讲真的啦，新加坡很多那种电明星啦、明星啊、艺人啦，马来西亚都一样啦。在 COVID 的时候，以为下衰，要这样直播跟你们讲话，下衰，没有人要做，没有人要做，每个人觉得我是艺人，干嘛我要直播跟你们互动？放不下面子。放不下面子，现在呢，是不是？是不是谁放不下面子？是你们自己放不下面子。看我没有不用紧的，我过得开心就好，就那么简单，对不对？
对不 对？真的看直播开心解压。对呀、啊。你开心开心，全部人就当做一个节目来看而已。对呀、啊。对，哎，有那个印尼人呢，沙给哈蒂，没有我那些说明我不会去，我今天我不会。不他叫你去举报他，他们不会不要，我不要举报，我今天只是讲出我心里话。对，他。讲出我收在心里，很多人内伤啊，内伤很辛苦。We love you and we know all your your kindness， 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你的心啦。不要讲啊，你看他眼泪打滚了嘞。OK， 我真的听他不止什么，因为我也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哈，我跟你讲哈 ，Malaysia 的人也没有像他这样子呢，很热心出来帮忙。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呢，我看到哦，他是一个。新加坡吗？来自新加坡一个国外的人呢，我见到的，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真的，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真的没有看到啊，人家这样去积极筹款，你知道吗？真的，你们相信有一件事情吗？哇，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嘛，是我是歌台的人嘛，对啊，我没有做生意，什么都没有工作，是啊，是啊，那时候刚好政府不是分给我们没有做，没有收入的，没有收入的，一个人9000块了，你相信吗？这9000，但我在卖艺的时候，我赚到的时候。我9000块，我全部捐出去。哇！没有人知道，我全部捐出去。我拿了政府这笔钱，我去帮那些更需要的人。你和达林叫你不要哭。开心吗 ？OK。讲了，开心吗？来嘛了，好被好被好评朋友攻击，也被酸民攻击。对不对？都是假的。你看我们的印尼朋友讲，我们 Indonesia supporting you also。真的哎，今天我有 Germany 的 friend 也进来哎，看到全部都是默默支持你的嘞，你要继续加油，我们力挺你。就是 you're doing something right 啦，对对，你做好自己，做回自己，这是最对的。对，很多人不用去管他们了，不用去管他们。你的嘴巴很臭，叫你们要送他牙膏刷。来，哎，不来了。OK， 因为有时事。